童比较，对，好像比较针对儿童，比较针对儿童的，没错。那我们的那节日呢？节日有一样吗？就是那些日期有一样，就是8月15。海棠，那我们过的方式呢？我们过的方式，待会儿爸说比较。拜妈，你现在把这里绑起来的时候，你先两个绑起来。来，我先用你的来做范例一下。来，双微先帮我看一下哦，我用两。冷处这个，摇一摇。哦，现在可以开始。不要做错误的，等一下会坏掉。你先把这里先弄好。那个，因为它已经会掉，等一下我教大家怎么用，它不会掉。哦，你先去把这个弄好。妈妈，拜拜。我们再看。哇，你要往那插。不要。木工仔啦，看吗？看吗？谢谢。